推你，对，就这个状态。五六七八，蹦蹦蹦开。我推你那一下就非常好，对，就这个。老师，我来推他。你推，你推，你推，你推我找个鹅你。真的，真的，你俩互相推一下，让他找一找感觉。让他找一找那个被推的感觉。瑞林欺负人，看见吗？看到没有？欺负人。来，准备。五六七，走。再次啊，再次。太快，太快，太快！我们还是会太近。我怕。先走了。啊。我来不及，我要走了。你几点？六点。大家辛苦了。加油！哎呀，拜拜。坦白讲，我跟云龙嘛，我们真的没有舞蹈的底子。我觉得你把你刚刚拍那个给云龙看，可以啊。嗯，因为那个走位他比较清楚，刚刚老是跟哦，那个看不，因为他跟着每个人的脸走位，其实看不清楚。他一直这么忙，我现在我的担心会多一点。我有按录吗？等一下，啊，录下了，录下了，录下来。我们现在去横店给于董一个小惊喜。我现在想法是偷偷到片场，嗯，然后故意在假装说咔咔咔，也那么烂，大玉龙怎么那么烂？你好，我是当时的那粉丝，我可以来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来接一个。哎呀，你这幼稚，你这幼稚，你才幼稚，这幼稚是你。啊！哎，那其实我知道他会来，所以他姓严。是没有错的，言出必行，可能跟这个有关。稍作去，五六七八。哇哟！哎呦，必须的，哎呀，可以，不是，他好像有跟上哎，看你了，再看一下，对，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做到。吓我一跳，有点小感动。今天可以跳成这样，我相信他私底下一定花了很多功夫。八蹦八蹦八蹦蹦蹦蹦，一二三四。真的觉得大家已经心连心在战斗的那个状态。太好了。